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一起啊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学习海贤老和尚表法。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言辞戒律当中的普贤行，老和尚在我们晋中学会成立之初，有拟了晋中同修修行守则。这是老人家一生修学的智慧给我们的指导。其中在行门当中拣选五个行门，那等于是含摄大藏经一切行门的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这就是净宗的戒了。那我们学习海贤老和尚，这是老和尚我们敬老呢带着我们看懂再来人的表法。老和尚有说贤公的光碟是无量寿星的总结，贤公把它表演出来了，这一个小时的表法那个纪录片跟他老人家1200个小时的讲解平等的，尤其很重要的让我们起信了。社会大众一听到112岁的老人家可以上树摘柿子那世间的人觉得不可思议了，还可以逢僧袍还可以一天工作从早忙到晚这个都是展现了念佛的殊胜，也给我们展现了无量寿经当中的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那我们看到这个表法我们的心境就很重要了是觉得自己做不到还是觉得自己直下承担这个是演给我看的了学习他老人家工作不妨碍念佛我们可能在各行各业中甚至于是家庭主妇家庭主妇也表法夫妻也表法孩子从胎教开始都是表法
大乘佛法非常圆融啊，各行各业可以行菩萨道啊，甚至每一个角色啊都可以行菩萨道啊。我们尊称结婚的女性啊叫太太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周朝三太的表法了，其实也是啊天下能不能太平的根本呢？应祖说的，天下之安危啊，女人家操之一大半呢。三太啊，用真心啊，从胎教开始、照顾孩子，所以周朝出的圣人最多，不是偶然的。三太这些教诲啊，这些风范呢、《礼记》里面都有啊。这个《教女仪规》里面都有啊。可是要有人宣讲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呢、所以也很随喜啊。最近我们阿弥陀佛大饭店呢，有办胎教班，也有礼请，台湾王老师啊，分享他18年教孩子的心得，这个也是一门深入啊，18年了，没有换题目啊，就是全心全意啊，护念下一代。护念整个家庭当然这个也有另一半用心的配合这夫妻同心其利可以断金所以这个第一弟子就启明我们在什么样的因缘呢我们都能做出表率来哪怕我们现在才10几岁我们现在学习不落人后勇猛精进同辈的人一看呢感动了所以我们讲到普贤行广修供养上一节课刚好讲到这里我们带动风气这是好供养了所以谁能做第一弟子你有这个心有这个愿力的都可以做得到贤公说的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呢老祖先说的只怕有心人呢有心了有恒心有毅力了不退缩了如中庸说的能易能知几百知能识能知几千知人家一次会我不会没关系我做100次人家10次就会了没关系我不气馁我做1000次果能此道矣能有这样的决心毅力了虽愚必明虽然可能过去生业障比较重也会变得有智慧明白了我们念佛公案里面王呆头那过去生的业生下来就智能不足了可是他老实念了最后念到也是智德心开了所以这一个法门
三根普被啊，连智能不足的他肯念呢、都能夜宵自朗啊，我们没有那么严重啊。我记得第一年教书啊，当地就有一个也算大我几岁吧，也是智能有点不足哦，那我遇到他呢我就给他念阿弥陀佛啊，种这个金刚种子啊。他之前呢见到我都会骂脏话但是他那骂脏话不是凶，就好像很亲切跟你打招呼但你一次两次三次啊，就很恭敬的跟他念阿弥陀佛过了几次他远远看到你了，阿弥陀佛喊得很大声我希望他喊越大声越好，就旁边的人也会听到有时候在家里也听到他喊为什么？他口渴了，来找我要水喝，然后他就阿弥陀佛念得很大声所以这个我们听过这个《法华经》的故事就不能白听都把它运用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中这个公案就是有个老人家求佛让他出家结果佛呢首先呢让这些阿罗汉看呢他有没有出家的善根福德这些大阿罗汉看一看他看五百世看完之后都摇头结果佛说了在很久很久很难算的天文数字那当然超过五百世了这位忍者被老虎追在追在情急之下跳到树上去了，喊了一声南无佛种了这个种子了这一生出家的缘出现了这一生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哇我们听到这个公案呢也很感动那老和尚就有讲了有机会比方说这个带个佛珠可能你坐个公车这个手一拉人家一看佛珠他的意念里面呢念了一声佛了当然大家活学活用你是官员你要看着办这个无有定法可说最重要的是用心你都是纯事为了众生的心纯事为了正法久住的心不是激动的用对心了都是功德，带是功德，不带也是功德。好有些话呢，我只能点到为止这个大家自己领悟不能把大家的雾门都堵住了好。所以这个老和尚常说这个经有无量义那大家感受一下无量寿经这一句
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你看这个意思浓不浓啊？那这个要自己去体会了啊。以我这一生的因缘，我的身份，我的成长过程呢，我能做哪一些表法？这个是普贤行喽，请佛注视啊，不是请别人喽，请自己啊。哦，比方说你现在走入婚姻了，孩子还小，哎，这个我们都有见过啊。孩子还小，到处讲课啊，没有照顾孩子了，这样啊，久了呢，一来啊，人家看了，可能会质疑了。再来，假如孩子再大一点，哦，这个行为啊，哦，比没有学的人还不妥当了，那这个流弊就会出现了。哦，所以大学告诉我们，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啊。哎，本是明明德，末是清明。本是齐家，末是治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护持自己的家庭呢，要在自己的修身呢，要在自己的心地当中下功夫。这个才是物本哦。哦，哎，我们有团体了，团体也是齐家，齐这个大家庭了。哎，不能是一直半班哦。哦，有啊，上课的人都得利益了，可是不能让团体的人累过头了。哦，不能让团体的人没有法喜了，那这样会内耗啊，这个路走得不长久了。老和尚常说啊，哎，学佛啊，要认识释迦牟尼佛。哦，那释迦牟尼佛带领着弟子们是一个弘法的团队啊。哦，而每一年呢，有结下安居哦，哎，静下来，沉淀沉淀，总结总结，哦，哎，不能一年到头啊都在办班，都太忙了，哦，哎，一年也要缓下来的，啊，一个月也要有缓下来的时候，宽猛相济呀，一天里面也要有沉淀沉淀的时间呢，啊。啊，你看早晚定课啊，哎，就起到这个作用了。啊，哦，所以啊，这个物本本立而道生啊，这我们要都能在境界当中啊观照得到。哦，那闲工的表法很多啊。工作不妨碍念佛，哦，像陈德，啊，21年前呢，哦，不是21年，22年前，啊，我就想着要8个小时听经，8个小时念佛啊，哦，我就冲到澳洲净宗学院去，啊，现在经过22年了，啊，突然。看破红尘啊，不是，看破了啊，啊，因为我是属牛的，哦，所以属牛的命啊，啊，一般还得多盖一点啊，啊，可能福报积累到一个程度了啊，突然能福报现前了啊，就可以8小时听经，8小时念佛啊，
但是真心一法不立啊，心里面不能一直在求八小时听经八小时念佛啊，这样叫未来烦恼啊，要安住当下啊，而且要欢喜啊，去面对当下的因缘啊，不能心不甘情不愿，哎呀我就要八小时听经念佛，把我累成这个样子啊，这一念心就把前面做的事啊功德全部烧掉了啊，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了啊，自己没啥功德不能乱烧啊。哦，那这个忍辱啊也要学闲功啊。哦，你看人家无理了，给他两巴掌就当瘙痒了，哦，骂他吐他一脸唾沫，给我洗脸了，哎呦这个功力啊，这个如弥勒菩萨啊，啊这个剃唾在面上啊，随他自干了啊，啊我也省力气，他也无烦恼啊、哦、这个要练哦，如如不动啊，不要被境界影响起情绪了。哦哦，那自己呢一直在任务当中啊，啊最近就体会了啊，工作不行爱念佛啊，自己也要在这里练哦。哦，不然闲工表演给我看呢，我就没好好学了。好，那我们这一段时间呢，啊，都是学习这个严持戒律的表法。修学的过程呢，就是知过改过的过程。啊，我们修行人要有自知之明。啊，我们冷静看看呢，我们跟李炳老比如何啊？哦，跟闲工、跟老和尚比啊，如何啊？我们的因缘啊，善根福德因缘跟他们没法比哦。啊，但是我们面对的境界的挑战诱惑啊，又比他们不知道多多少倍哦。这是我们面对的境缘哦。哎，知道自己，知道当前的境缘哦，哦，我们的警觉性要更高啊，我们要更能分辨呢，啊，我们更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戒为无上菩提本呐，要重视了，要用戒来判断了。前一段时间，哦，有这个团队，啊，里面有负责的男老师啊，哦，碰女老师的身体，哦，还说呢，看他们会不会起心动念呢，啊？哦，那这个从儒家的理来讲啊，没有理就没有儒家了。没有戒就没有佛家了，男女授受不亲呢，男女大防啊，哎，古人那么谨慎呢，读圣贤书的人有时候都抵不过那种业力啊，你看阿难尊者的表法也是表给我们看的了，都是来护念我们
这个菩提道上啊要注意的重点。你看摩登伽女啊，当然男众女众啊都要慎重谨防业力发动啊。怎么防呢？持戒守礼，就不会有那个机会了。我听说啊，这个男老师听了之后啊，居然给他们团体的人说，陈德法师啊没有按老和尚说的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做了。哇，他还引了一段老和尚讲的这一段呢给团体的人了。不见世间过啊，是心上不要有过，而不是不能分辨是非善恶。我们讲的目的啊也是希望当事人不要再造业了，而且他不收敛了，真出事啊，有可能他命都难保啊！你说人家先生知道了会怎么样啊？错误的事情啊，我们一定要善巧，赶快提醒到相关的人。不然他迟早啊，拖越久，以后出现问题的时候越严重，对当事人、对佛门影响越严重。所以在大是大非面前呢，我们不能做相怨啊。这个大家也都要会分辨的。修行人不能修到相上去，要有正义感呢。这个是严持戒律啊，给我们的启示。你的亲戚朋友啊，还没有修行，还没有遇到佛法或者宗教啊，因为这个邪师说法如何杀，不是佛门而已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呢，人现在缺乏扎根基础啊，都有可能在各个宗教出现这些情况。那他跟哪个宗教有因缘，这个我们不知道。可是呢，我们在一些因缘当中，看到一些新闻呢，能告诉亲戚朋友怎么判断邪正，他能先有概念，他遇到了，他警觉性就会起来了。所以很多事啊要赶紧先做啊，不然等那个因缘现前他又不会判断，那一现前都有过去的业力啊。我们今天先学戒了，有戒定的一个功夫了，你遇到过去生的情缘，你懂得用理智去面对了，不会感情用事了。好，那我们学到前三愿礼敬诸佛。那我们检查一下这一两个礼拜啊，我们有没有摆脸色给哪个人看呢？有没有跟哪个人对立啊？那这样就没礼敬了哦。这个要自己检查了。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的。我们一起情绪了，对哪个人有成见了，就不能礼敬了。要平等礼敬哦。对喜欢的人，哇，这个满面笑容，
啊，突然单位进来一个人，你的笑容马上不见了啊，这样也没有平等礼敬了，都要在敬上练呢、啊。哎，老和尚说的，有人因我而生烦恼，哎，都要反省。啊，菩萨所在之处啊，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真修行人呢、啊，不跟任何人结怨的、啊，结怨是搞轮回的，怎么是真修？啊，大家要理解对哦，你不跟人对立了，哦，都想着化解。但不是向上的、哦、心上、哦、有可能这个人有私心啊，你大公无私啊，他怨不怨你、哦、那个就不是因为你产生烦恼产生嗔恨结的怨了、啊、因为在这个时代啊，大公无私的人铁定有人怨他要谋自己私利的人呢、啊，铁定对他不高兴、哦哦、所以这个大家要会分辨。可是我们自己要对事不对人、哦、日久见人心，他冷静下来理智下来了，哎呀，人家是对事啊、哦、他善根够啊，他有可能给你道歉的、啊、善根不够啊，你跟他的恶缘呢、啊，也没有加深呢、啊，啊、哦，要冤冤相报啊，越来越深了、啊，啊、哦，那你大公无私呢？你这一生就去极乐世界了，反正你道驾慈航啊，啊，跟他还有缘，还他命都没问题，是吗？哦，我们那个安世高大师，你看都来还命债，最后都渡那个人，你看多自在。哦、所以往生重要、哎、所有的缘恶缘都不怕、啊、都可以转成、啊、同生极乐国的缘、啊啊、你的能力跟阿弥陀佛差不多了、啊、所以为什么想往生呢、啊？不是去享受的、啊啊、去了之后能力提高了才能帮得上众生呢、啊啊、自己又还不会游泳、啊、或者连个救生圈的配备都没有、啊、自己泥菩萨过江啊，有这个心救不了人了、啊哎、往生、啊、做阿惟越之菩萨了、啊、四十八愿一加持、啊、就有能力了、啊、所以越想利众的人呢、啊，越不敢错过、啊、这一次往生的机缘、啊、好, 好，我们要检查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啊、这段时间呢，有没有感觉到、哎、自己越来越能看到别人的优点了，付出了，善根了、哎、这个可以自己检查的哦、本来这个称赞的话讲出去自己都起鸡皮疙瘩，不大适应了，哎，越讲越顺了、啊、发自内心的了、啊、修行就是修正行为，做一个转变、啊、以前吝于给人家肯定、啊、现在很愿意了、啊、这个时代的人呢、啊，信心不足啊！啊，我们要观察到这一点了。啊，对自己来讲啊，要多给自己鼓励啊，信任啊，啊，要多给别人肯定啊，啊，要多给他说啊 ，Trust me, you can make it 。哎，啊，给人信心啊，给人鼓励啊。
哎，我念英文的时候啊，你们应该带一点鼓励的表情啊，因为我可能不久的将来还得考英文啊，刚刚才说要鼓励别人啊。啊，当然我理解啊，我一念英文呢、啊，你们频道还没有调整过来，啊，我不能苛求于人啊，啊，要中恕之道，嗯，哦，再来广修供养，哦，这个能做到毫无保留帮助他人，啊，但毫无保留不是透支身体哈。啊过犹不及啊！哎呀，啊，我们总结走过来的路啊，有点太壮烈了啊！啊，人家见到我，啊，当时还没出家，蔡老师啊，跟你的人都这么瘦吗？啊，所以我现在身边带的人都挺有吨位的啊，人家就不会这样担心了。最近我的吨位呢增加了一点点，哦，已经突破60大关啊，哦，哦，所以这个刚刚才说要表法啊，啊，这个形象也得要表法，好，哦，啊，这个啊都要有啊啊利他的心啊，修供养。啊，财施法施啊，无微不施啊，啊，提升了啊，真诚恭敬了，那就是财供养、法供养、无微供养了啊，尤其供养自己的父母啊，要很恭敬啊，《论语》当中说到了啊，色难。和颜悦色啊，侍奉父母啊，难能可贵啊，注意我们的态度，啊，而且这是应该做的了，哦，可不能起比较。你看，我拿的比我兄弟姐妹都多啊，这可能慢行为起来了。哦，我们前面呢？啊，跟大家提到了，啊，罗氏家训，啊，这罗家的家训啊，啊，在座有没有罗氏的后代啊？啊，这个姓叫四维啊，这个罗字是四维啊，啊，这个罗姓的仁者啊，啊，要发扬礼义廉耻，啊，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可能皇帝赐姓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啊，好，哦，孝子之事亲啊，哦，不可使无亲有烦恼心啊，哦，哎，不可因为父母因为我生烦恼了，不可使无亲呢有难言心呢，啊，这个要跟我们讲什么话还顾虑半天，我们会不会不高兴呢，啊，这个都不够恭敬供养父母了，哦，不可使无亲有冷淡心呢，啊，父母感觉到被我们冷淡了，啊，到我们家里来住几天呢，啊，我们都没有用心陪伴，用心不是时间久，是你心要全然的在那里，然后不在这些外相，父母跟我们的心是很近的，同心的，他能感觉到的，啊，哎呀，是不是我们住这给他添麻烦了，我们赶快走吧，哦，这样就很不好。不可使无亲啊，有愁闷心呢，啊，因为我们的是忧愁烦闷的，
你说没办法啊，他一直在担心我结婚的事啊，这我又没办法。有时候我们该沟通啊，这个真诚跟父母谈心啊，有时候我们没有做，不主动沟通，会逃避沟通。这真诚与自己的亲人朋友甚至是同事沟通啊，这是修行必修科目。该做的事要义无反顾去做，不能退缩。真心的跟父母表达，分析清楚，不要让父母误会了，好像我们都不能理解他们，能理解，考虑在哪，这个承德都遇过啊，我是长孙呢，我爷爷这看我长大的，这感情不一般呢，我们跟爷爷奶奶住一起，父亲是长子嘛。我知道爷爷在担心这事儿了。你看我爷爷还会跟我撒娇呢。我一走进来，表情就不理我了。我就走到他面前逗他。然后很认真的跟他，爷爷，我很认真找的。他说真的吗？沟通嘛，跟他表达我的考虑是什么。大家不要执着，又说你后面又没有结，安住当下，当下面对。后来爷爷身体不舒服了，人呢，还有一关也很难过啊，什么？身体不舒服啊，这个时候啊，有时候他一不舒服啊，他顾不到其他的事了，所以啊，这个护念好亲戚朋友的健康啊，是蛮重要的。当然这个护念呢，除了饮食生活之外啊，还有很重要的无微不施啊的健康长寿了。能够啊善巧引导啊，全家人素食啊，这健康长寿的真因啊，无微不施的，这个是我们常常以修因得果，一切事啊，没有离开因果，包含不可使无亲啊，有愧恨心，以前的事，父母也是好心的，可是可能那个建议啊，造成我们人生呢有一些遗憾，这个是要去解掉父母的心锁，让父母释怀，不然他们老人家一想到啊，就好像觉得愧疚了，养父母之心呐，要能体会到父母的心情。这个广修供养一定呢从父母做起，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了，养父母之身心
自自相。哦，当然啊，你父母啊，哎，很希望你弘扬汉学啊，到英国汉学院读书啊，哎，但是你的志向啊，你的天分可能是做、稻盛和夫先生，是吗？哦，那这个时候啊，你也要主动去跟父母沟通。哎，你看，沟通还是必修科目了。当然，换一个角度啊，你假如是父母啊，不能强逼孩子走你要的路，要知道主办圆融，主是孩子自身，我们是他人生的一个助缘伴，我们要拿捏好我们的分寸。所以这个静缘也是练当父母的放下控制的念头，放下占有的念头。这个王老师培养他孩子18年，他当然希望孩子读汉学了，可是孩子有想学中医的天分，他尊重啊。每个人才性不一样，说不定他就是在中医啊，把医道振兴呢、都是复兴传统文化，不能着相了啊、一着相啊，就用烦恼心在处理事情了啊，因无所住啊，不能有住，不能有执着点，顺势而为。我们今天谈第四啊，忏除业障。那我们走过了几十年的人生路啊，我们要知道错在哪。效法瞿伯玉先生啊，50岁。而知49岁之非，每一年地地改之啊，诸位仁者啊，现在12月了，2024年呢、就快过了，好快哦，要总结了，要迎接新的一年了，我们了解到这一年该调整的是什么。佛陀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刚刚说效法佛陀了，看得懂佛怎么修的，怎么经营团体的。老和尚说你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才不会学错了。这个佛陀有受心碎经，迎接新的一年呢，反省自己身口意的错误，反省啊有没有对不起人。你看，忏悔业障啊，在每一件事之后，在每一年结尾的时候都要做啊。像陈德啊，30岁啊投入这个工作啊，智慧阅历德行都不足啊，所以为什么常常跟大家提一些点，这也是忏悔自己的业障啊。希望自己这个弯路错路啊，后面的人不要再走了。那老和尚接着这个很重要了，
啊，这个忏除业障啊，用什么方法忏除？不是每天一直在想那个错啊，你想一遍又落一次印象了，后不再造啊，真忏悔啊。老和尚教导我们了，我们就是用信愿持名业障啊就忏除了，就这一个方法啊，起心动念呢，全是阿弥陀佛。哇，念一声阿弥陀佛，真心念了，念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了。哦，这个忏罪的力量非常强啊！啊，在《晚晴集》啊，这个也是啊，弘一大师的心血。第一句晚晴集第一句真的印象很深呢。从金刚三昧经里面出来的教诲，若失本心，失了自己的真心了，即当忏悔。失了自己的本心啊，就对不起自己了，进一步就对不起人了，要尊重己灵啊，这个心念失本心了，赶紧阿弥陀佛啊，不念佛啊就迷了，念了就悟了，忏悔之法是名清凉啊。你佛号一提起来，深深唤醒自己了，心清净了，清凉了。你察觉不到妄念邪念了，这叫念念相续啊，就烦恼炽盛了，轮回心造轮回业了。所以若失本性，即当忏悔啊。观自在菩萨，观自己自性在不在啊。那最好的忏悔方法就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赶紧这一句万德洪名提起来了。忏悔之法是名清凉了。察觉自己啊陷入烦恼了，赶紧念佛。念个几分钟啊，烦恼是假的，虚妄的，你只要肯一生接一生的，这些烦恼就烟消云散了。李炳南老师还教一个方法，你起一个妄念，看到了一个妄念十生佛啊，妄念哪有佛号多了？这个方法不错。这都是祖师们慈悲的教导，重点是我们要用它。老和尚也是教导我们一天念九次十念法，十声。你在那九个时间呢，都能静下心来，没有杂念的念了，你就会越念越想念了，感觉到清凉了。哇，那个佛号念了，确实啊，有清凉的感觉，垢障消除。称名时即遇光时，珍重此时莫空过。那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啊。那世出世间一切法
全放下。大家敢不敢全放下？哎，我还要做事啊，还要考虑事啊。你全放下了，更能考虑。你全放下了，你才能随缘妙用。你常常脑子里琢磨来琢磨去啊，你处理事绝对不是最佳状态。你平常空，没有其他的妄念，只有念阿弥陀佛，就妙得起来了。你看古人说的，学者遇事不能应，这也是弘一大师选的句子啊、有他老人家的加持啊。你遇到事情呢，不能应对的很好，问题出在哪？你心上有东西了。总是此心受病处、你一直在那琢磨一件事啊，突然有人找你处理事啊，你那个魂都还没拉回来呢、所以只有练心法，更无练事法、练心之法，大要只是胸中无一事，心里面真心一法不立，真心离念、离妄念，无一事。哎，你离妄念了，只有佛号，乃能事事。事情一来，哎，你心很清净啊，都在念佛，就像镜子一样，镜来不拒，哎，照得清楚；镜去不留，事情处理完了。就像老和尚知道了，哎，佛号再提起来，这用心如镜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了，管用啊！你今一天处理再多的事，你只要处于这个状态，哦，那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个格言别录说，此是主境功夫得力处，你的心比较清净安静的下来了，因为你没有妄念了，你平常是提起佛号了、我们今天一考虑事就烦了，那都是你平常妄念才多。大学说的，不好意思啊，最近刚好在上大四书的课，第一门课就是大学，现在阿赖耶识里面呢，这个大学种子比较多啊，强者先见啊，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为什么静不下来啊？今天刚好有一个同仁啊，比较年轻了，30多岁而已了，我说今天你怎么没有提出问题啊？你都没问题吗？他说有啊，但是呢，这些问题啊，我理还没理清楚，所以还没有请教，理不清楚啊。就是心静不下来了。心为什么静不下来？你总要把原因找到啊。没有知止啊，知止而后有定啊，定而后才能静啊，静而后能安啊。你看，好多事想不通啊，心都很烦躁啊。牵挂很多事啊，忧虑啊，哪能安呢？物有本末，什么是本？什么是末？我们刚刚说的，明德是本啊，清明是末啊，齐家是本啊，
治国是末啊。事有终始啊，你处理事，始是什么？一开始要怎么样？要知止啊，你才能把事处理好啊。止于往生极乐世界啊。人为什么烦恼世间的事啊？你有得失心呢、啊，你有攀缘心呢、啊，患得患失了，有所忧患，有所恐惧了，那你都要今天阿弥陀佛来接你，你就去了，那这些事你为什么打得这么火热啊？那不是觉得自己很好笑？哎，你不自己不是说要去极乐世界吗？净土为归啊，要知止啊，我要止于极乐世界、啊、这个世间是是非非跟我没关系了，我随缘净分，我不陷到是非里面去了。便是莲花国里人呢、啊，还没去就是了。哦，现在就是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啊，配合阿弥陀佛招生了。啊，世间五欲六尘跟我没关系啊，我人生的剧本无量寿经啊，这叫止啊，知止啊，止于极乐世界了。哎，我一言一行啊，起心动念依什么？依无量寿经教导了啊，依三根的教导了，依老和尚的教导了啊。我今天考律师了，阿弥陀佛会怎么考虑啊？阿弥陀佛是一切皆成佛的考虑了啊！未度有情令得度，已度之者始成佛。你这么考虑，你会跟哪一个人对立啊？啊，那不愉快啊？不会了，你知止了，我止于阿弥陀佛的教导跟他的一言一行的榜样啊、哦，所以李炳南老师说的，知止啊，哦，就是你从今往后啊，效法你最佩服的人，你不随顺自己的习惯了，随顺他的教导跟风范，哦，那自己最佩服谁啊？就这么。为目标来支持、哦、老和尚说了，给大家介绍老师啊，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无量寿经、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哦啊、一想、啊、贪吃个什么东西了、啊、想到少欲知足，专求白法、哦、帮助一个人有点没耐心了、啊、惠利群生，自愿无倦、啊、有点脾气快忍不住了，忍力成就、啊、于诸有情常怀慈忍、啊、很有耐性、啊、和言爱语，很柔软啊，柔和直直啊，受身德啊，哦，哦，观法如画啊，对世间呢，啊，不着相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当真了，都是梦境，你就不会较真了。你们有没有看过哪个人做了梦之后啊，一直在想自己做的梦，纠结了好多天啊，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那个人在梦中干嘛骂我？啊
啊，假如有这样，啊，应该比较少这样，应该不会这样了哦。啊，知道它是假的，它对你障碍就少了。我们就是因为认假为真啊，才纠结那么多了。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呀。好，不取于相，我们就能如如不动。好，好，所以世书世间一切法全放下，只要你肯呢，起心动念。尽量提起佛号啊，哎，慢慢这些就放得下了。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只怕有心人了、啊哦。当然一开始也是要，若要佛不离口，先须猪不离手啊。啊、哦，这佛珠啊提醒自己了。啊，在这个世间，与人无争。我们还真呢、啊，就是搞轮回业了、哦、这个我们自己要警觉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一切随缘，妙用、哦、恶缘也妙用，恶缘呢消业障、啊、同时真诚待人呢、哎，把这个恶缘转成法缘了、哦、他们要竞争呢、啊，我们不争。他们要斗争呢、啊，我们也不争，就斗不起来了。两个人都争呢、啊，才能竞争的起来。啊，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啊，我们跟哪个人闹不愉快啊，都是半斤八两的事。啊，你一想到这里啊，哎呀，还说要去极乐世界啊。还跟人家打得火热干啥？哦，哦，所以啊，我放下竞争了，不干这个事情。哦，所以要放下，这是真正忏悔啊！以前的习气真的放得下了，后不再造了。啊，我们呢、啊，理有顿悟啊，事要渐修啊。啊，因为我们是几十年之后啊，遇到佛法了。哦、啊，有时候看不到自己的行为的状态。哦、啊，所以更需要啊，良师益友的提醒。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哦，比方我们会受家庭的影响，哦，会受啊环境的影响，哦，比方，哎，我们可能家里面有长辈啊，哇，一骂人骂一个多小时啊，哎，我们受不受他影响？不知不觉啊。啊，我曾经听过一个男子，啊，他谈到啊，小时候爸爸呢，常打他，他很痛苦。他说：“以后我做爸爸，我铁定不这样做。”后来他当爸爸了，很难过啊，表达了：“我怎么也在打我儿子啊？”所以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容不容易啊？哦，所以我们学佛以前受的影响啊，我们警觉性要高啊，啊，要用心把它放下。哦，你看刚刚提到斗争啊，哇！
一觉得自己有道理了，那个谈起话来咄咄逼人了，一谈起话来停不下来了，硬是要给人家洗脑了，那都是习气呀。缘不成熟，看人家眼神不想听了，马上就止住了，不攀缘了。我想我们面对人家用这个斗争的一个态度对我们，我们很难受的。可是啊，这个难受呢要转成呢一种高度的警觉，我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别人。有这个态度啊，要扭转以前的习惯了，应该就比较容易了。所以今天你，很气某一个人，我真讨厌这个人，这个行为。可能我们或多或少也有啊。你察觉到自己或多或少也有了，不止不会对他生气了，自己不好意思了。警觉性很高啊，来改。好，这个中庸里面有讲到因为这个子路问呢，什么是强啊？孔子说：“南方之强也，北方之强也。”北方之强于易而强于孔子访问子路你说的是南方之强还是北方之强呢？还是你所谓的强呢？接着孔子说了宽容以教，不暴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任荆轲。哇，你看他睡觉躺在刀上面睡死而无悔者，北方之强也，强者居之。你看齐国这是北方有两个人在谈话这个在古书上讲这个其中一个人说：“好想吃东西呀。”另外呢，那个人就肉就割下来，来吃吧。他一看，这个不够大块，来，我也割一块。最后两个人都死了，流血而死啊。这北方可能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方比较彪悍呢。你看以前北方都是契丹、蒙古，这些所以我们要自知我们在一方水土形成的一些习气可能都是我们修学对峙的重点从小看战争便看太多这个也要调伏。好，有些话我只能点到为止继续讲下去就太露骨了你看我们阿赖耶识装了哪些东西我们要有自知之明赶紧佛号多念一点让这些东西清掉不会现前了。所以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业障全消除了。不必一桩一桩的忏，一个方法，一个方法的忏，一桩一桩一个换一个，太麻烦。
最善巧的方法，念佛就清净了，就忏悔了。所以净中真正简单呢，真正是究竟圆满，就是一句佛号。我们要能信，要能行，功夫自然就得力了。所以闲公老和尚92年一句佛号，这给我们表法，无始劫的业障啊，都干净了。所以他老人家说他什么都知道了，真心现前了，业障消除了。他快乐，他欢喜，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这不是外面刺激的，不亦乐乎啊，自然从内心啊涌出来的法喜了。我也遇过啊几个同修，他们没念佛的时候啊，佛号自己啊会从内出来。那个都是有下过老实念的功夫了，或者就是他的慈悲心很强，利众的心很强，这就是佛心了，跟佛心相应了，就很容易就提起来了。我们真正看到啊，一生当中啊，只见到这么一个人，表法表得太好了。老和尚也举过啊，张家大师持咒，都没有间断的，也是榜样。闲公是持佛号，张家大师持咒，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妄念进不来，定功很强啊。表法表得太好了。让我们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能学得会，他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这一句啊铁定是这样。因为再来人呢，他的表演是应众生的机，随众生心因所致量，他不可能表演我们做不到的，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再来人佛菩萨的应机的原理，我们懂了，我们就更有信心呢去效法了。接下来第5下面呢是随喜功德。随喜啊重要啊，不要嫉妒，不要障碍，别人做的好事啊，我们看到了欢喜，他有多大功德啊我都沾光，你说多好啊，我们随喜了，跟性德相应啊，有法喜了，我们随喜的，人家看的有信心效法，众生得利益了。如果我们看到他生了嫉妒心，想方法去障碍他，我们就有罪了，就造业了。有没有障碍到他？没有。确实障碍他事情啊没有做成功。楞严经上啊有句话说的很好，叫发意圆成。事情虽然没有做成，可是做的人发真诚心了，他功德圆满了，所以没有障碍到他了，障碍到自己了。哇，这个罪业啊，果报啊，很厉害了。
啊，老和尚特别讲了，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啊，啊，在净宗同修修行守则上啊，选了两部经的精华，一部是无量寿经，一部是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里面的教诲啊，主要教导我们要随喜啊，不能嫉妒啊。因为嫉妒啊，两个出家法师弘法60个人嫉妒了，毁谤了，造成这一方啊没有办法再听闻这两个法师说法了，大家没信心了。结果死后啊堕地狱呢1800万年。哎呀，地狱是度日如年啊，那可去不得啊。我们想象一下，毁谤啊几句话可能不到1分钟啊，受的果报啊因小果大，不能干了。敬畏因果啊，不能干嫉妒障碍的事情。像魏忠达啊，他虽然劝皇上，皇上没听呢，他功德很大啊，他那个善行啊的力量超过他40来年造的恶的力量啊，他为全国着想了。所以我们学佛啊，扩宽心量啊，量大福大，养成一个习惯，起心动念呢，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着想，念这一句佛啊，明熏法界。这个是姜卫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指导我们的。心量遇到阿弥陀佛了，就要效法阿弥陀佛了。一戒皆成佛，每个愿都是为尽虚空遍法界众生发的。我们读第六品啊，这个感觉就很深刻了。那他虽然呢没有做成功，但是他的心是圆满的，他的功德啊也圆满。我们只是破坏他的事啊，没有破坏他随喜成就这件事的功德。这个念头啊发意圆成，这个破坏不了。你说冤不冤枉啊？干嘛造这个业呢？所以发心太重要了。能不能成就啊？老和尚这里强调到了，这个事情是利益众生，看众生呢有没有福报。众生有福报，别人障碍不了。他障碍了，事情做不成功啊，众生没有福报啊，我想帮啊帮不上啊，有障碍了啊，没关系，他这一次障碍住了，但是你用心呢啊，这个缘呢啊会改善的。我们存是一颗善心啊，哪怕别人障碍了，我们不跟他对立。老和尚说的，只求我与他人真诚和谐，绝不丝毫要求他人与我和谐。那可能他障碍你啊，是前世的业力了。你都没跟他对立啊，可能慢慢就化掉了。
啊，没关系，下辈子再来帮他。啊，我们护好自己的慈悲心、真心。哦，就像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榜样，做忍辱仙人。哎，给歌利王说啊，我成佛之后啊，第一个度你。哦，所以诸位忍者啊，释迦牟尼佛表演给谁看呢？啊，表演给我看的啊，我是当机者啊，啊，要用当机者的心啊来听佛的教诲。啊，这样会非常亲切深刻啊。好，好，那当然啊，我们听完这一段话，啊，哎呀，你看这件事做不成了，众生没福报啊，你可不能把众生没福报当做你没有尽心尽力的借口，哦，所以不要以合法掩护非法，啊，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我有没有尽到力了？我们是很容易退缩的，很容易撂挑子的，甚至很容易威胁领导啊，都有可能。哦。有一次我遇到，哦，有个领导人，哦，被他下属威胁了，哎呀，我好怕他们不干了。我说他们不干了，我全力支持你。他还是害怕。那我也没办法啊，这怪我，这个人家对我信心不足了啊，那个瘦嘎嘎的有多少能力可以帮啊。好，哦，当然啊，这也给我一个启示啊，啊，做领导者不能被底下的人威胁啊，啊，哦，多少元做多少事，谁也威胁不了我，不强求，好，哦，哦，所以障碍的人呢，啊，跟我没有关系，不跟我结罪。将来结罪的时候啊，是跟那些众生啊被影响的众生的哦，所以这个六十个人呢，啊，堕地狱啊，就1800万年啊，之后呢还要到恶鬼道，不见天日，接着还要到畜生道啊，回到人道啊，还生生世世愚痴。所以这种口业不能造了，啊，我们把普贤行啊变成我们的习惯了，啊，称赞如来随喜功德，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哎，对方呢的习惯呢，毕竟几十年了，不要跟人家较真，宽以待人。见人有为常可取小善可入了，哎，随喜功德，哎哎，包容别人恒顺，哦哦，但是那个恒顺呢，啊，是不要啊闹矛盾，不要让家庭气氛很怪，不要一直盯着人家的问题，哦，哎，但是人家有一点点优点呢，哎，赞叹家里的气氛就变了。普贤行是管用的，啊哦，所以在这里也随喜功德，哦我们有，几位忍者，啊，写了先生的100个优点，啊，当然这个100不要变成执着点啊，啊挤啊挤啊挤了30个挤不出来了，啊，继续挤挤的脑子都有点头痛了啊，这叫太执着了。哦，沉淀沉淀了，能写出多少啊，哎，多念这些恩，对了，啊哦，我们这个太容易出现执着点了，搞到最后都生烦恼，
啊，最后变我不杀伯人，伯人因我而烦恼。啊，一切啊，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参回，转变最甚。我们祖先说的道法自然啊，不要太刻意。好啊，我做好了多少众生得利益啊，现在众生得不到利益啊，这个因果责任呢 啊这个悔嫉妒啊毁谤的人要负担了。啊，如果这桩好事啊，利益的面很广啊，时间很久，那么就很麻烦了，啊，将来都在地狱里面呢，啊，要受苦，啊，要想超出地狱啊，非常困难，啊，所以聪明人、利根人呢，懂得随喜，好，好，那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下个礼拜啊，看看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啊。这个前面这个普贤行啊，前面四条落实的心得啊，那这样就是广修供养了。那我们这个15号啊，到21号。啊，英国汉学院有办的道德讲堂，所以那个礼拜三呢，我们这个课程停一次，应该是下下礼拜，先跟大家预告一下，那这个现场有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参与，好。这个因为道德讲堂啊，也是老和尚提倡的，我们多传播一些伦理道德因果的思想，这些应该啊对现在每个人每个家庭啊都还是蛮重要的。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一起啊念回向文。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